这样，让各单位平均分配，干部和官兵都一个样，谁先干完谁回去，干不完接着干。那不是单干了吗？哎，怎么是单干呢？你还记得386旅包围，385旅打援，各干各的，谁出了事儿完不成任务他负责。对呀，你看大家聚在一起分工不明确，难免就会有偷懒的，有认真的。对，这肯定进度上不去啊，责任不鲜明，调动不了积极性。分开干，分包责任。同志们，干活了。干活，接着干，接着干，来，加油啊！哎呀，师长，你就在屋子里休息，我给你把饭盛了端过去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排队。师长，哎，师长，您到前面吃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您到前面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师长，还吃不吃饭了吗？吃了饭还要工作呢吗？啊，排队吃饭。好，师长，走，你先回去排队啊。哎，好好，回去排队，回去排队，排队排队。师长，您平时要多注意照顾自己的身体啊。您是一师之长，年纪又大，身上还有多处创伤，整天的为作战和工作日夜操劳，再加上营养不良，那对工作的损失那可就大了。我让食堂给你单做一份。刘师长，嗯，同志们都有这个心愿，为了革命利益和抗战计划，你得多吃点好的，补充点营养。市里这一大摊子事儿可全都靠你啊。哎，我这个人哪有那么大的作用啊，这个时候以身作则作用是最大的。哎，我这个人呢，皮实得很，条件好了能过，条件差了呀一样能过。哎，现在啊能吃上菜馍馍，喝上蔬菜汤，蛮不错的嘛，哪能搞特殊化。哎，下一个。哎，拿好了。哎，师长，你先来。到你了。啊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真是。哎呦。八路好，邓政委啊，我们过去打游击战，今天要集中大兵团打歼灭战了，对不对？还不完全是。哦，这次休敌啊，我们又实行了一种新的方法，叫蒋勤伐懒。蒋勤伐懒。对，同志们，这次休敌我们将采取一种新的办法，叫蒋勤伐懒法。我们将按各个生产单位分配任务，谁要是按时完成我们将奖励，谁要是不能按时完成或者最后完成，我们将让他多干一块地，好不好？好。同时我们将在各个生产单位中选出劳动模范生产标兵，开会予以表彰，带大红花，好不好？好。走走走。八路好，八路强。哎，政委，你看那边那座山上也是有很丰富的植被资源啊。经129师首长提议，太行党委近近鲁豫政府决定在青漳河南岸的半山腰上修一条渠，为了保证工程质量，党中央特意从延安派来了水利专家曲万里同志，我们欢迎。下面请刘师长、邓政委为我们这条渠命名，鼓掌。师长请。好，这次修渠啊，边区政府采用了以工代赈的方法，对参加修渠的同志补钱补粮。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啊，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呢，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，战胜天灾。水渠命名啊，我看啊还是有劳我们的邓政委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好。刘师长信任我，我就不推辞了，就叫幸福渠。
好不好？好。就将军区也可以。好，幸福区好，将军区也好。我们的刘师长为了这个工程亲自测量勘察，我们的邓政委亲自组织调集人员。我觉得呀，叫将军区更有意义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上一次啊，邓政委说修渠，他说话算话，那我们盼着这条渠早日修好。好。蔡主任，哎，这不是您干的活儿。嗨，没事，您的手不方便。没事，来，哎，给我。没事，好，我是啊，能干多少就干多少，要不然咱们政治部的任务啥时候能完成啊？哎，这不，师部委保证任务按时完成，刘师长、邓政委全部上阵了，你看看他们干多带劲啊！蔡主任，你就放心吧，咱们一个星期都已经完成一大半了，肯定能按时完成任务啊。行。咱们赶紧干吧！哎，来台那边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来，走，还走吧！这边就拿两个筐来。好嘞，来吧！把这包填满啊！马线啊！来，装这里。来，来，没事，多装点，给我吧。哎，好好好好好。哎，走，沉着点，沉着点。来，来两个人。好，来了，来了，来，你来。小梅同志啊，歇一下吧。师长，咱们师的任务艰巨，要起表率作用啊。哎，我们一起去听一下李达同志关于我们师职生产情况报告啊。李达，李达同志啊，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参谋长，来一下。哎呀，师长，哎，咋了？咱们师职情况怎么样啊？现在啊，现在已经开荒600多亩了。哦，来来。喝点水，修整荒滩。师长，你先来。是180多亩，这旱地种谷子，嗯，河滩呀种蔬菜，改善部队的生活，减轻人民负担的任务啊，谢谢，一定能够完成。嗯，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，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。嗯，今年的旱情已经露头了，农业上说，春种一粒种，秋收万担粮啊，我们不能让群众误了农时啊。对春耕生产，我们主要是建立组织，现在种地没有收益，群众的热情也不高，无心再种，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些互助组，嗯，军民互助组，来帮助他们，鼓舞他们的士气。好，好办法。我看我们要拟定一个帮助群众春耕的通知发下去。嗯，各个旅团军分区都要组织助耕的机构，啊，每个连也要建一个助耕的小组，不荒一分地。要严禁在春耕期间啊建农具，强迫征地，好吧？嗯。还有啊，规定咱们的部队在助耕中不允许吃群众的饭食，不计报酬，要严守群众纪律。二，不要损坏农具和遗失农具。三，要推举助耕模范予以表彰。好，干活。好。哎呀，来，给来装满啊。好，好，我来。来来来来来，好，走。春光，春光，哎，老爷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有啥吩咐？你啊，赶上牲口，备上农具，去河滩给八路军种地。不要说是我派的，你就说牲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是借给八路军耕地的，你要亲自处理。好，还有，他们收工你就收工，他们收工具你就收工具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
快去。好嘞。女儿，来坐。怎么又吃这个呀？天天吃这个，怎么吃得下去呀？怎么了？怎么吃不下去呀？咽不下去。你不知这是灾荒年吗？现在八路军是边打仗边帮助老百姓耕田种地，他们士兵连这个都吃不上，你怎么就不能吃啊？快吃。快吃吧。老爷老爷，外面有两个八路军来了，说是要见您。八路军？对。说什么事了吗？没说。快请快请。哎，你们先吃着。嗯，他还是很开明的。是啊。哎呦，二位长官来访，徐某迎接来迟，请见谅。见谅。啊，不必客气啊。里边请。请请。啊，请到客厅吧。好好。哎呦，你们正在用餐呢。啊，我们正在用午餐。那我们饭后再来吧。要不然二位长官和我们一起用点便餐。好，不用了，我们回去吃。徐老先生，等你们吃完饭我们再来吧，不打扰了。打扰了啊。市长，要不咱们就在徐老先生家里用吧，也看看平时在家徐老先生的伙食怎么样，这样更具有说服力嘛。啊，要得要得，徐老先生不介意吧？不介意，不介意啊！啊，请吧。好，首长，请。好好好。来，请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这就是我们的午饭，让你们见笑了。徐老先生啊，你们平时就吃这个？啊，灾荒年嘛。看来你们过得也不好啊。是啊，一点都不好。多嘴。徐老先生，我们对你的义举表示感谢。您看，灾荒年间您都在省医节食，想办法帮助我们抗日政府。我们今天来，一来是想向你表示感谢，二来是想向你征求政府实施减租减息的意见。哎呦，二位都是国之精英，见多识广，我一个山野村夫，怎么敢在二位长官面前班门弄斧？不过我对贵党关心老百姓的生活，与民同甘苦的行为十分佩服。国家危难之时，民不聊生，我们这些大户人家就该为政府排忧解难，我对政府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完全拥护，没有意见。好，徐先生，您是真正的开明之士，我们对您执行政府的法令，理解政府的政策表示感谢。同时呢，我们也真诚地欢迎您参加我们抗日政府，我们抗日政府需要您这样的仁人志士啊。过奖了，我干别的不行，只想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，当一个教书匠。请二位长官见谅。好，好。先生愿意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，那也是我们抗日政府求之不得的。为国家尽绵薄之力，我十分荣幸。嗯，好啊。好，影响你们吃饭了。看来当务之急啊，是要搞好生产，搞好了生产就有饭吃。能吃得饱饭，还能吃得好饭呢。就是，还能吃上细粮呢。说得好。好，不打搅了，你们吃饭，我们走了。你们吃。啊，好，告辞了。你们看看，这就是八路军。
副支，哎，看看，收成真好啊。是啊。邓政委，邓政委，张克威，邓政委好。你看，蝗虫，在我们那儿叫蚂蚱，它学名叫蝗虫。基于交接地区报告，天空突然出现一大群蝗虫，它们遮天蔽日，从南到北的袭来，瞬时间把大片的庄稼都啃食干净了。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制止吗？这在美国可以靠药物来制止，在咱们中国只有靠人工来捕杀。啊、嗯，如果不制止，很快就会蔓延的。走，咱们研究对策。好。邓政委，哎，你看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嗯，同志们，这个在我们家乡被称为蚂蚱，是可以吃的。只要我们把它烤熟了，就可以吃。你们看，很好吃啊！既然蝗虫能吃，我们就不怕了。我们可以捕来烧着吃啊！对，我们大家都去捕蝗虫，灭蝗虫，把蝗虫烤了吃了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保住我们的劳动果实不被蝗虫吃掉。同志们，老乡们，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对。明天我们就去灭蝗虫，现在大家烤蝗虫吃吧。好，好，来，日军跟我们抢粮食，蝗虫也出来捣乱，真是天灾人祸呀。是啊，师长，政委，边区政府杨主席来电说，从山东、济南运送过来的救灾物资，在过平汉路的时候，被日伪军抢劫，损失很大。什么东西啊？抢了多少？粮食100多担，棉花、布匹5大车。粮食，可是我们的命根子。要重点保护，李达同志。哎，严令各部队的军粮库要加强管理，防止被破坏、偷盗。看来啊，我们不但要指挥千军万马和日军作战，还要与日军展开一场粮食的争夺战，还要与自然灾害做斗争，与蝗虫做斗争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是老百姓思想最脆弱的时候。我们八路军一方面要救灾，另一方面要鼓舞士气，要遏制谣言和迷信，以实际行动鼓励人民群众渡过难关。嗯，我们去计划计划。蝗虫虽多，但是没有我们人的力量大，办法多。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，每斤3分钱，当然也可以用粮食兑换，怎么样？收购蝗虫干什么？那东西有用吗？有用，可以让大家多灭蝗虫吗？您说这个办法能灭掉蝗虫吗？哦，明白了，邓政委，您这个办法一定能灭掉它。大爷，您说能灭掉，嗯，那咱们就一定能够灭掉。乡亲们，回去告诉大家，灭蝗虫换钱换粮食。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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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邓政委到3分区指导检租检析，做社会调查，然后在整个根据地逐步推开，就有说服力了。有的地方检租检析运动推不开，我就有了这种想法。嗯，像徐禄谦这样深明大义、拥护抗日、拥护我们民主政策的人，是我们争取的对象。我们应当鼓励他，积极地执行我们的政策。这样做有利于我们工作的开展。徐老先生这样的人，他不愿意当典型，是怕日后有麻烦。嗯，对这样的地主啊，我们只要他呀不当汉奸，嗯，不反动，就应当啊保护他的人权和地权。嗯，但减租减息啊是少不了的。对，听张克威说，这个徐先生啊愿意拿出更多的地
给咱们生产部作为农业试验田。哦，种出来的粮食作为种子捐给边区政府。像他这样的义举，我们应当树为典型，让全根据地具有进步思想的地主都向他学习。我看还是不要张扬了，尊重徐老先生的意愿。嗯，那好，记得上次咱们去徐禄谦家，他说过他想做一名教书先生。首长好。啊啊，好好，我看这就很好，这样既能提高乡亲们的文化水平，同时呢又能把进步思想和作风在群众中传播开来。如果他愿意，那自然是好事。市长，减租减息的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区党委让组织部的廖金安负责这个村子里面的土改工作，我已经嘱咐他们要掌握政策，把握斗争方向。所有的工作队都得掌握一个原则，要重点打击那些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反动分子。嗯，要团结大多数，不能让老实人吃亏，坏人钻空子。嗯，各位，今天光临寒舍，恐怕是有事商量吧。有话请直说吧。我们都是带着对徐先生的崇敬和威望而来的，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徐先生。请讲。目前共产党一再推行减租减息，这对我们这些有资产的家族极为不利啊。我看减租减息是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，但是这种做法却让我们蒙受了很大的损失。我们应该想个办法来阻止共产党的这些政策。我们大部分人被吸收到他们中任职，但我还是无法接受减租减息啊。嗯，是是，大家知道我没有参加过什么党，也不懂什么党派之争，我的答复可能会令在座的失望。至于说想不想在政府中任职，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。各位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量体裁衣，谋划而动。共产党展开生产运动，开劳模英雄会，不开绅士会了。这样的话老百姓都有发言权了，我们又算什么的。哼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推举一个德高望重的代表去跟共产党交涉一下，大家说怎么样啊？哎，好啊好啊，我看行。这个办法好，这个办法好。我觉得徐先生就比较适合嘛。嗯，对对，是合适。这就是大家今天光临寒舍的目的吧。啊，我可以明确地答复大家，共产党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，我个人认为是正确的。在座的都是有地有产的大户人家，我知道你们可能担心一旦实行减租减息政策，你们的田可能少了，粮食也可能少了。可是你们想过没有，当前的时局是什么？是抗日。共产党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就是想调动一切的积极因素，一切的人力物力为这个大局服务的。你们只担心自己的粮少了地少了，可是你们想过没有，一旦小鬼子打过来，你们的地还有吗？你们的粮还有吗？哎，就算我白来一趟，
说了算没说。好了，大家各随其便吧。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徐某多有不公，慢走。各位慢走。正月里来，预备起。正月里来是新春，赶上那出洋出呀洋门，出呀洋呀送到哪里去呀？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，哎哎哎呦，哎哎哎呦，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。哎，徐小姐，你过来过来，哎呦，大家都在学唱歌，你为什么不学呢？你叫我干嘛？你叫他们唱歌，为什么不教我？我有名有姓，你为什么叫我小姐呢？哈，好有个性的女孩啊，跟我当年一个样。过来，过来。你们是八路军，我是被爹围在笼子里的鸟。你不叫我，我怎么出来呀？好好好，大家练一下，我跟这位徐小妹说说话。哎，主任，我们这手头上还有活呢。哦，你就是郭二嫂李才清吧？哎，我听他们说过，改日我到你们村上看你。你要是家里有事儿，你可以先走。别，我还得回去教他们唱歌呢，可我这都还没学会呢。好，郭二嫂，我们继续学唱歌。徐小妹，你也一起来学吧。嗯，没有乐器伴奏没意思。哦，那徐小妹，你有伴奏吗？那当然，拿出来看看。这是什么呀？口琴。啊啊，那你吹吹我听听。好。嗯，真好听。那我们一起学唱歌吧。好啊，来来。我们再来一遍，让徐璞玉伴奏，好不好？好。正月，预备，起。正月里来是新春，赶上那猪羊出呀门，猪呀羊啊送到哪里去呀？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。杨主席，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，咱们共同解决。邓书记啊，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高水平高素质的干部。嗯，拿太行二中来说，就一直选不到一个合适的校长来，三年了，换了四任校长，不是不懂教学管理，就是只搞形式，不抓教学质量。照这样下去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培养出好学生来？杨主席啊，你是大知识分子，注重教育，我们边区政府就应该这样。嗯，应该使我们的各个部门不断地完善起来。我们不但要有政工干部，还要有各方面的专业干部。啊，邓书记，您考虑问题非常全面，这回您是说到点子上了。杨主席，我想给你推荐一个校长，你看合不合适？好啊，只要是懂教育、懂教学管理的内行就行。这个人是一个乡村绅士，早年毕业于京师学堂，学的就是教学管理。哦，这乡里还有这么高学历的人。嗯，他毕业以后先是在中州教学，后来发现北洋政府腐败无能，他就立志回乡办学，在当地的县城办了一所中学，自任校长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日军占领了县城和学校，学生上不了课，教师教不了学，只好解散。现在他归隐田园了。哎，您说的是不是徐禄谦呢？就是他。其实啊，我早就有意让他当这个校长，可我们有的同志说他是地主，现在还放着高利贷，我们边区政府不敢用。他是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，这次我们政府请他出任要职，他拒绝了。嗯，但是我想，如果我们聘他为校长，他应该不会拒绝，有机会找他谈谈吧。太好了，只要他能答应，对那些现在还对我们共产党抱有成见的绅士和地主是个教育。这也是党中央倡导的方针政策嘛。
像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属于我们争取的对象，如果我们不去争取他们，就会被敌人利用，我们绝不能把他们推出我们的抗日阵营啊。卓林同志。啊，卓林同志，哎，溥仪同志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徐溥仪同志是徐老先生的女儿，受过中等教育，她心向抗日，愿意参加咱们八路军，往后你要多帮帮她啊。溥仪同志，以后你就跟着卓林同志一起学习，总会有用武之地的啊。谢谢首长。好，不客气，走了啊。溥仪同志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坐。哦，我先把这个收了。我帮你。把那个放炕上去。好。哎呦，太高了，够不着。谢谢。在我们这里啊，就是首先要学会吃苦，学会劳动，要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革命者。嗯。行。那边坐。哎，你好厉害啊，鞋底儿怎么纳这么好？卓林姐，嗯，我听说你是在北平上大学的。嗯，那为什么纳得这么好啊？我们以前在北平上学的时候吧，只想过好好读书救国，根本就没想过自己要投身到革命中去，还曾幻想过等别人把国家治理好了，自己就能过上好日子了。那为什么来我们山里呢？每天担惊受怕的。日本鬼子在北平城杀人放火，还炮轰卢沟桥，欺压中国百姓，他们想占领整个中国。我们学生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做袖手旁观的局外人了，所以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投奔到延安，在延安接受了革命教育，我们才到抗日前线来的。嗯，我也要抗日，就是我没有枪，不过我看着你们挎着枪，我也想当兵打日本鬼子去。可以啊，关键是你要自己成为真正的革命者。只要卓林姐在，我一定会成为革命者的。那就跟着共产党走，你就一定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的。修习本是命，我请受修一双四扇，唱的还真不错。是啊，这个还真有水平啊。他的事我已经知道了，他呀出尽深情思念傅牙同志，我看这事不能再拖了。傅牙同志在我们这里的表现一直都很好，我准备啊向中央打个报告，出个证明。好啊，我支持啊。师长，嗯，哎呀，今天文工团的演出你没去看，可是错过了一场好戏呀。哎呀，那个戏我看了，不就是涉县的烙子戏吗？不是，
是陈庚同志的好戏。陈庚怎么了？我和罗瑞卿啊，在台下看着台上的演出，发现坐在我身旁的陈庚同志望着台上直犯愣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哎呀，那出戏讲的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吗？对呀，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来找你的。陈庚同志的爱情也该有个结果了。经过这几年八路军文工团对傅牙的考验，傅牙是一个合格的八路军战士，完全可以和陈庚同志结婚嘛。哎，不说那么多了，我同意啊，你写我签字，然后上报中央批准。好，我马上办。哎，损失大喽，我不该犯懒呐，错过了一场好戏哟。哎，师长，这好办呢，等他们俩结婚的时候，就让陈庚和傅牙在咱们师部举办婚礼嘛。对头，就在师部，热热闹闹的给他们办一下。就是，这下陈庚就不会再有意见了，就踏实了，知道吧？卓林，嗯，卓林回来了，怎么样，好点没有？好多了。能吃东西了吗？能。哎，哪来的鱼钱啊？你尝尝，是老乡专门给我送来的，可好吃了。嗯，老乡送的，给钱了吗？老乡们送的，不用花钱。卓林呐，现在正是春荒时节，别说这点鱼钱了，很多老百姓家里啊，连野菜都找不着。来，给老乡送回去。我都吃过了，怎么给人家送回去啊？啊，这钱给老乡送过去，以后记住啊，不要跟老乡争食，这是纪律。我不去。为什么呀？那人家给我的时候我已经答应了，现在我都吃过了，我再给人家送回去，我开不了口。好，你不去，我去。哎，我去，我去。去哪里啊？哎啊，师长，怎么回事？啊，是这样，老乡给卓林送了一些鱼钱，可是卓林呢没给老乡钱，我让他把这些钱啊给老乡送过去。好，把钱给我。若华，哎，这个事儿你去办吧。行，一会儿啊我就去。陪他说会话。哎，师长怎么样啊？您请坐。嗯，就那样，别生气了啊。卓琳有孕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得注意身子。这女人怀孕了呀，一定要多注意身体。我和张可威部长啊说了，你可当心点，让他呀给搞一些西红柿来。啊，这不合适吧？你不要说了，我定了。春荒，春荒啊，肚皮萎荒。去了啊，嗯，看来啊，高兴的事，我们得围绕粮食问题做一些文章了。嗯，一是要求全区的部队帮助老乡搞好春耕生产，再一个呀，到相对富裕的山区去借些粮食回来。好，邓政委，卓林同志。哎哎，可为啊，给刘师长特别交代，让我送些西红柿来。这西红柿啊，富含维生素，对怀孕的妇女特别有帮助。来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先吃红的，这青的放红了以后再吃。我知道，我和刘师长不是在你那儿尝过了吗？你忘了？哦，对对对。周林啊，非常好吃，酸甜。各位啊，其实我这里不需要，还是送到战士伙房，让同志们都尝尝。哎哎，啊，那不行，
我这是执行命令，这是刘师长特批的。没事儿，送给战士们去。哎，你快收下吧，这刘师长要批评我的。我真的没事。各位同志，我也给你个特批啊，拿到食堂去，给伤病员和身体需要康复的同志们吃，好不好？哎呀，邓志伟，你看你也特批，刘师长也特批，我就一个管生产的干部，这不让我为难吗？好，不让你为难，我收下了。好，政委，我走了。好，卓林同志。哎，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。慢走啊。哎，卓林同志，麻烦你把他送到伙房去吧。啊。嗯，好。哎，卓林同志。啊。路上小心一点，慢点。村里的三娃为了救自己的奶奶，偷了两斤玉米面，就犯下了大罪。这一盒烟可以换十斤玉米面。告诉你个消息，耿富贵还活着。富贵哥啊，君玉，我正想去找你呢。啊，他叫英子，